好啦，歡迎各位收睇曲螺。而家時間係2019年6月20號夜晚23:11，我哋錄至8:02。咁啊，繼續都係做呢個 lead 曲嘅時間。咁今日係會揀一條 hard difficulty hard 嘅題目去做。Number of digit one。OK， number of digit one。Given an integer, turns the total number of digit 1 appearing in all non-negative integer less than or equal to n. OK, non-negative 包括 0, 但是 0 本身不是1，所以就沒問題。這一題OK， 幫我認真諗下先。佢 given 個佢 input 個數一定會大，咁就應該就冇可能話逐個逐個計。咁啊，我都要慢慢諗呢一條。佢話難，都感覺都真係幾難嘅。咁樣啦，我當啦，而家係我當例如我俾42咁樣啦 ，OK。咁啊，42嘅情況下咧，咁如果第一個有一嘅話咧，即係最右邊個數係一嘅話，就11啦，11、21，同埋31啦、41啦 ，OK。咁然後喺最，然後喺中間嗰一層嘅話咧，有一嘅話咧，就係1x 啦 ，OK。咁啊，大約係咁。咁呢度係會有十個數，係呢度會有十個數。咁呢度1、2、3、4、5啦。咁所以呢度42個應該係會係十啦，咁咪所以15個啦。咁呢個11因為呢度數一次，咁呢度再數多一次，咁所以應該唔會 double counting。用呢個方法嚟做應該會簡單啲嘅，個人覺得，即係好似呢個13咁樣啦。13嘅話，咁就係一啦，11啦。咁然後另一方面就有10啦、11啦、12啦同埋13啦。咁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個一啦，係啦，冇錯，咁係同佢一樣，咁即係依個做法啱。咁啊，我當啦，如果而家唔係412啦，我當421啦。咁嘅話咧，最右邊有一嘅情況，應該係001咧，就去到呢、這個421㗎。咁就呢度裡面會有43個一啦，我喺呢度有43個一 ，OK， 有43個一。咁然後喺呢43個唔係咁跟住然即係佢咁跟住下一個咧就係由10啦，咁啊數到過去421。10啦，咁然後去到19啦，咁跟住然後10啦，就去到19啦，咁跟住然後去到410去到419嘅話咧，咁呢度每一個橫咧大概有10啦，咁呢度由上面數落嚟有5個，即係話呢度有5啦，咁即係話呢度有50個啦 ，OK。咁然後最後嘅就係話100啦，去到199啦，咁呢度有100個啦。咁喺咁嘅情況下咧，佢嘅答案就應該係有100+50+43，咁即係應該係193個。OK，
系，咁我呢个时候可以去验证下究竟系咪真系193个。咁我可以放一个421落去，系啦，193个。OK， 咁即系证明我用嘅方法系啱嘅。咁然后而家就要开始拆我讲个方法。咁啊，例如即系421嘅话，整嘅193啦。OK， 咁详细啲嘅做法系，首先如果第一个 digit 嘅话，应该系零至到420，然后再加420一个个 ，OK。然后第二个 digit 咧就应该系零一零啦，咁去到呢、这个应该系零去到。400，跟住再加呢个410去到419，咁然后第三个咧，应该系0 to 0，再加100去到199，系啦，大约应该系用咁嘅方法。即係呢一個其實係420呢一個應該係一個421除十乘十嘅一個something啦，咁呢個就420，咁呢個400就係呢個421除100乘100啦。OK， 咁然后呢个最后嘅咧，就应该系421除1000乘1000嘅一个数。OK， 咁然后后面加呢个421咧，呢一个嘢咧，問題喺呢個位置，點樣做？有少少 exception 嘅味道。呢度嘅話，就要問佢當呢個421啦剝十之後咧，係咪大過等於一啦 ？OK。咁下面呢一個咧，呢一度咧就係話421啦，剝100之後咧，咁應該係有21嘅。咁然後就問佢係咪大過？有兩個 range 嘅，第一個係大過等於十啦，即係減係啦，大過等於十啦。咁跟住同埋一個大過啊，唔係直接將佢減十算，減十，然後再 max 佢係都是不好，減9會好一點，或者是減10減1。 OK， 那這個就會是這個mix of sorry 這個是 mean。 OK， 咁然後呢個係唔多啲加一樣，100減1
咁然後呢度係應該有最多八個，係啦。咁大約咁，因為當佢係一百嗰陣時，應該有一。咁就所以佢九啊九應該係零，一百係一。OK。啊，當然呢一個係都有個 max 啦 ，OK，max 係零啦。即是说它不会有个傻奸奸的有个负数飞出来先啦。OK， 咁然后我将呢堆数加埋的话咧，咁就应该有个答案。咁而家应该大概可以真系可以开始曲啦。OK， 啊，有样嘢要防嘅就系防佢嗰个 integer n 太大。所以應該一開波就要將佢變成 long 964bit。咁然後仲有一個叫做聽嘅身份啦，佢係用嚟不斷乘上去啦。while true， OK。就等於NN， 如果 NN OK sorry， RET 加等於 math dot mix 零，再math dot mini 呢個佢個數，再 more 10乘十 ，OK， 然後再減。10減1，跟住同埋1。If n 細過10嘅話就 bad 啦。n 10乘等於10。跟住就叫佢聽個數啊，仲有我唔記得咗加埋下邊個數添，加等於NN 除10 OK， 呢個係第一個。啊，仲要再將呢個數再乘翻聽，即係話咧呢度咧係應該係偶42咯。咁然後呢度係偶4乘10
即係40啦。咁然後呢個就應該偶零啦。咁跟住呢一度咧，就應該有個一喺度。咁跟住呢度咧，呢個係計緊第二個位啊嘛。呢度有十，係啦。咁然後呢度就有八 ，OK。咁嘅話咧，計翻我再 check 翻先，42+1+40+10+100，係啦，193，係啦。咁樣咧。看下去就好像沒有問題，但是呢做下去就錯了。OK， 那即是有些東西爭了。Math Mini Math Mix， 唉，戇鳩。好啦，今次一樣啦，可以攞多幾個唔同嘅數去試。一呢，我覺得呢啲有時候啲 extreme case 會好唔易打爆喎，呢啲咁 general 嘅做法。哦 ，come on， 諗定先。如果十嘅話應該係二嘅。OK， 咁11嘅話就應該係三四，11嘅話應該係四。咁睇落去大約都應該係，哦，正確咗 ，OK。run 咁樣啦，講一講佢 run time 啦 ，run time 嘅話咧，應該係 log n 係啦。咁佢嗰個話我係零 ms 快最快咁樣樣，咁呢個我唔講啦。memory 咧佢就話用得多。5.01%， 即係用我33咩？5.01%。我呢條數啦，我而家呢個做法咧，佢個 memory 應該係 O1 嘅。我而家做呢個做法，咁我相信其實應該坊間嚟講做呢條數都應該 O1 嚟嘅。咁 O1 嚟講個 memory usage 我唔好想太講究。咁大約係咁先啦 ，OK， 咁今晚嘅時間就去到呢一度，係啦，咁呢一條佢話黑呢，我唔知咁 comment 咯，而家呢段片讀咗幾耐呀？19分鐘 ,OK， 都 OK 嘅，話佢黑都嚇，不過我呢度裡面就淨係寫咗16行 ,OK， 有效嘅就應該得呢一度，十行到啦，十行到啦，有效嘅得十行。咁啊，但系都兄弟系黑嘅，因为其实尤其是你要求到呢条色出嚟，再咁样求法呢一度，其实都会几容易。如果你冇一张纸笔，跟住去就咁直接去谂嘅，其实都几难做。好啦，咁今晚啊分享就去到呢一度咯，多谢各位收睇，下次再见。拜拜。